过 Primark 跟那个 Body Shop 买了一大堆，对，因为退税什么东西就搞超久的，做真的是很便宜。今天天气现在很好啊，蛮漂亮的。Photographer's Gallery 看起来好大，比想象中还大很多。放映机耶。超大的呢，就是拍卖那个，每次拍卖很高价的那个东东。身上龙到处都有。对，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，好像是什么，反正南美的感觉，我也不知道，墨西哥吗 ？I don't know， 自己查。然后这个是烤拌鸡餐 （Half Chicken）， 然后这个餐十点，有点忘多少，大概十点五左右。然后它两个 slide， 然后加半只鸡。然后我这个在这点这个会辣的那个薯条跟，这叫做 creamy smash， creamy smash， 对，字面上的意思吧。找不到东地方来放我的手机，来试试看。我觉得蛮吵，可能不好录。这个是 smash creamy， 就是捣碎的什么 creamy 的奶油。我本来以为它是那个，看有点 potato， 但是不是。对，然后这个薯条，薯条不错，但就这样。烤鸡应该就烤鸡吧。做海国人，好不重要。对，鸡胸肉。我点的是那个柠檬酱，还不错，做的不会太老，比学校烤鸡好吃，是不是？废话。我觉得这样的话，自己在英国这个、啊、真的不贵，不要等15分钟。肉的部分，鸡腿肉怎么做都好吃，废话。Ale 就是叫麦酒，就我不知道跟麦汁像不像，但是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冰火之歌，然后一天到晚都在说要喝 Ale， 就这个。对，这好像是不知道，喝喝看就知道了。其实蛮难喝的。这个东西喝起来有点像麦汁，就是那个台湾有那个黑麦汁，然后有一种是纯麦汁，喝起来这个。其实我真的觉得，如果真的古代人很爱喝这个，那应该就是古代酒真的太烂了，这是结论。上，然后要去 Ted Britain， 没想到 Ted Britain 有大到就是他直接这边就标 Ted Britain， 像大英博物馆也是，大英博物馆的那一站就是旁边就全部都会写说哦，这边有大英博物馆。有那个迷宫游戏，270至105张，不知道这干嘛的。学校，然后对面就是 Ted Britain， 这蛮大的 Ted Britain， 叮叮叮叮，比想象中还大。不想看特展又要钱，反正也没那么多时间看特展。它就是一个很彩色的一个装装，感觉还不错。我猜大应该也没有大英那么大，大英真的大到真的是很没有意义的大。不知道为什么一进来就是一五多少年代的东西。这天花板蛮漂亮的。哦的话，这都是老化的，是这边其实当代好像蛮少，干只有一间小小的有，立体的，凸凸的，这幅还不错。没什么道理，这边是现代，然后旁边就是古代，根本就没什么关系啊。它叫做 Resurrection， 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个字。学到一个英文字，叮叮叮。年代嘞，丢到地上了。这底下蛮有趣的，是先贴一层，然后再上水泥，然后再贴瓷砖。还在看这幅作品的在画什么？被打问号了，应该是他自己也不知道。饮水机啊，你看，蛮好玩的。博物馆出来，然后天气超好的，今天天气真超好，就是今天天气虽然蛮凉凉，但是如果不晒到太阳的话，晒到太阳的话其实不会冷的。那就可以看整个泰晤士河旁边的这些看起来很高级的房子，挺好的。